我叫周居，一个从16年就开始拍视频的广州男人。为了完成公司的任务，所以从今天开始，我会在这里记录我的生活。这间是我的第二间咖啡店，不过不在广州，在南海桂城。虽然店面不大，但每日都很多街坊过来聊天。Hello， OK。呢度停唔到车，我帮你拍啊。OK。除此之外，我仲有一份 MCM 嘅工作，所以每日食完中午饭，我都需要翻去开会。啊，不是上来直接教育。咁佢而家可以试定啲咩牌子啊？主席咧，每日来回走盏几个地方，大概100公里啦，都几攰噶。所以压力大嘅时候，我就会打开情绪应对机制，食啲好味嘅嘢，奖励下自己。这个算是我一直以来解压的方法，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这样呢？这个4.9啊。